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 AG 战队的队员，我的中文名字叫狼帅，游戏 ID 叫70KG。我在队伍中担任的是狙击手的位置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菲律宾这个国家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边比较潮，非常的潮湿，也是气候也是比较热，这是给我的感觉。因为我们也是昨天刚刚凌晨刚刚到，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吧。我希望在这个比赛中，我们能够打出我们自己的实力，然后能够去冲进这个冠军。我觉得这次马尼拉游泳赛被邀请来到菲律宾的队伍，都是实力都是非常强劲的队伍，我觉得任何一个队伍都不容小觑，我们都应该去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场的比赛。本次马尼拉 CFS 国际邀请赛能够代表中国出战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，然后也想对多年来支持我们的粉丝说一声感谢吧，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们。这是其他的对手们啊，就是我们，我觉得我们实力是非常强劲的。我们赛场上见，我们就是为了冠军而来。